对，你喝热的试一下，喝热的好喝些，香些。来嗦一口。香味不一样，新最新的香就是，这因为高温泡就是高一点温泡就是这个香味，它每一种温度冲泡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活的。你说的那个芙蓉山那个地方，离这里多远啊？离这里大概有我开车昨天晚上我到的县城的话，大概是。一个小时零五十，哎，五十。上山也慢些。对，一个小时五十，相当于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再加上这里，到你这里大概有几十分钟，两。行驶到这里啊？哎，对。开得快45分钟，对，开得慢的话要个小时。对，就是两个多小时，接近三个小时吧，就是你到那边三个小时左右。要经过县城。要经过县城，我不知道，至少昨天我跟那刘总打电话，他说你先到县城来，他说你先，我就先到县城，我想乘云台山，我想乘那个芙蓉山直接到你这里嘛，我就问他，他说你先到县城来，哎，我先到县城，我不知道有没有。晚上给我发信息。后面又打了视频给我。你有那个地方的定位吗？我看看啊，我看看。你发我一个。哦，发给你，对。我也想去看看。那。他那个地方不是个旅游的地方是吧？不是旅游的地方。比较原生态。相对来说。现在它就上面都是茶山，都是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有一点啊，它那马上要拆了，要拆，就是全部要拆迁搬迁，它那要变成一个库区，变成它是抽水蓄能，抽水蓄能，要弄这个，要那个芙蓉村的，就基本上90%的人全部要迁走。对，芙蓉村。那他那茶园不都要毁掉啊？没有，顶上就别顶上就不会，茶园不毁，就是住的地方，就这些村里面的人就要那个了。抽水蓄能那是国家电网搞的呀。哎，对对对，好像是，光搬迁都是7亿。你再别倒了，你倒要把倒到我这个窟窿里，真浪费啊。你看我们对你的茶，我们好生意心，是真的。这我们说真话，你这个，你那个天津，你那个茶，我都。天津那就很多人吃下，北京有一个张总，带着跑的，他天天带着跑的，每年几百斤的订单。春茶。他是全部用的送礼啊，他是一个1174公司的老板。这个茶叶啊，也就是保健要配英雄。也有很多人他不懂的，不懂的，所以以前人一多我就跑下来，我不管人家了，游客多了我没时间那个，我不管在下面老茶厂还是在云上，人一多我就跑下来，我不会那个，我不会给你泡啊，也不会和你一起喝，太吵了，我受不住啊。那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那声音太大了，我发了三个给你。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叫妙山空茶叶，就在他那个公司的边上一条路上山，那个路比较烂，那上去就感觉风景很好，有风车啊，有那些，那个风车是人造的吗？人造的风车，但是就是人为现在的旅游打卡的位置。也不是，那山上就是完全是就是上山的那个过程是个原生态的很烂的路。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它有风车？由于它是山顶嘛，高嘛，就你到那边去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风景，就是，哎，对。有这个，你发的第一个导航的位置是吧？哎，对对对，从左侧有一条烂路上去一条。香变了。对对对，是的，还会变香，很神奇。它香味就慢慢的就会变。嗯，因为刚刚我连续用高温搞了几下啦，用高一点的温度，大概有90度到92度。第二个是个客栈是吧？那个呢，我看看，我忘了，我看看哪个。第二个是叫什么名字？第二个是芙蓉山云顶山居客栈。那个地方呢，它已经到头了，
就是那个内塘路到那里到头了，就是你看那个潘海，潘海阔，潘海，如果说他，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朋友的话，他上山去搜查，他还会到顶上去。对，要能够找到那个，如果天气好的话，有人上山搜查。上次我去是另外有一个人带我，他去搜查，我说我坐你车一起上去，就到了那个有风车的地方。这个第二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住在他那里，他有个老屋，他那个老的那个木建筑，那个天空有那个雾的时候啊，他家里挂了一些红灯笼，就是。映射在那个感觉神神秘秘的那种、哦、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二个那个地址、第二个地址就说到那里去。第一个就是这个茶叶有限公司。庙上空望他的在那里，他是已经到了那个水泥路的终点。庙上空望他的左边有条那个路不是很好走的那个简易路，但是那个路的话呢，你这个车可以上去，勉强可以上去。可以走，可以上去，要走多远呢？大概要十来分钟。要上去十来分钟之后的话呢，那里面就是到了山顶，相当于这边的山顶，可以看到那边山顶，就整个的那个云海的这个过程。对。对。那个罗布湾呢？罗布湾，我想想看。罗布湾。哦，罗布湾就是那个到的看风景的地方，那个罗布湾就是那个从那个烂路上去，我的花的定位。哦。对对，罗布湾就是那个地方，罗布湾就是那个名称。哦。对对对对。那我就是直接到罗布湾就可以。也可以，对，就到罗布湾。那风景不错是吧？对对对，我感觉到那天。感觉到我尤其感动的时候就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那个那些农民在山上采茶，在这边上有大树的那个叶山痕，我把无人机飞起来，就是正好飞到叶山痕的边上，有一半是那个镜头里面一半边叶山痕，一半边农民在那里忙碌采茶，就是我就说。美是吧，这个茶叶这个映山痕的这个红的美是吧，这种花是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这种对比，我那一下我那个飞机那无人机飞到那个位置的话，我就连续拍了几张，好像是我不记得是拍了还是拍了视频是吧，就是我那一下我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是适合我自己这个题材的一个感觉，哎，我觉得那里好。这些地方社会治安都没问题吧？没问题，那根本你到了山上，你怎么样都没问题。这里的这个人很淳朴，说句很淳朴，对，没有任何问题。我到了这边的话，感觉越是深山里面人越淳朴。我到了刚才是庙上坑啊，庙上坑那个茶厂。只有一个人，只有两个人，一个两姊妹年纪。丈夫呢？丈夫呢？那个年纪大的没有问，年纪小的这个62的丈夫是离婚了。哦。离婚了，对对对，我就还问他，我说，有没有这个找男朋友啊？是吧？他说没找，男的找。他说他老公就是出轨嘛。出轨他就心里凉透了，就没那个了。我就问他，我说还你这个年龄还有没有这个性的需求啊，是吧？他说哎呀，年纪大了还有那个想法。反正我是习惯了随便问嘛，你只要不管是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正好我在这个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人家做了一个调查，就说国外啊，他有很多流派学派，那么正好有一个流派的人，他就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是吧？就其中就说对这些养老院里面的这些年纪大的这些男女进行了这个采访，是吧？这是一个流派，是吧？那么实际上他们年纪，不管你年纪多大，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而且还
还很强烈，是吧？在国外，他是因为他的思想是，放开的，人是人和人之间是必须得到真正的，是上帝给他的生命，是吧？是享受这个天地人权的，是吧？天赋人权的，是不是？他的社会属性反而减少了，他是一个人就是一尊神，是吧？他对一个人，他所以他个性的开放也代替他身体的这一种自由度，所以他敢去表达，他愿意表达，也就是说我有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我有这个需求，是吧？只是我的根本不行而已，是不是？退化了而已，但是我内心还是有这种需求，也就是精神，他精神和这个肉体之间他是分离的。他有这个需求，那么他们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应该有所这样的关怀。实际上很多很多这样的，国外征兵的人呢，不是有一个义务队专门跟他们去来进行打手枪啊，或者怎么样，是吧？来解决这些的生理的一些问题。那么他守寡相当于老公没死吧，就离婚了十年了。那么我正好遇到有时间，我就问一下，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也他说他主要是说麻烦，所以第一个他就是主要是心很累了，假设找一个是吧，他肯定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就哪一年没有这样的性生活呢？他说就是大概十年前吧，等发现他老公出轨之后，他就没有这个性生活了。这样的一个，但是呢，有那天我去了之后，他姐姐就很热情，然后就说，要我去，他说，要我去陪他妹妹，好像很不容易来一个人，是吧？我说我今天晚上来陪你啊，我说等于帮你做茶，在那里做茶聊天。我说你姐姐要陪你，我说用什么方式呢？他说来帮我烧火，我说就烧火吗？我说就烧火吗？他说都不烧火，怎么样的就烧火？实际上他是他姐姐感冒了，他姐姐感冒的就是需要一个人帮手，他们是两个人配合，是吧？有人配合，所以我也跟他开个玩笑。传统工艺。对。所以他要烧火的，对对，开个玩笑。所以我这样说，实际上表达那里人是很淳朴的，没有任何安全的这个隐患和意识，没有安全，没任何安全隐患。人很好，越是山里的人越淳朴。我年轻的时候，从河南的辉县，辉县，在山顶上，走到临县，年轻的时候，三十来岁，三十岁左右那个时候，就是搞摄影创作嘛，这个，当时因为我们在，也是在不小的城市里面生活，习惯了，然后有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啊，什么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就让内心里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有一些恐惧感，就带着这种恐惧感，我走了那一趟路，结果后来我非常非常的自责，就是你走到哪个地方去，人家就说啊，你吃饭没有啊，就是吃饭没有啊，都很朴实的一句话来问你，好，那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敢回答，不敢回答，他说是不是下面还有什么潜伏的一些什么事情在这里面，我是一个人嘛，这个总是这样，就站在一个不是善良的人的心，用一个不善良的心态去衡量人家或看待人家，结果走了11天，后来我感觉到我自己实际上是一种罪过。走了11天，11天的，你看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听，走到了现在的叫那个时候刚刚那个电影啊，刚刚拍谢晋导演的一个
清凉寺的钟声，嗯，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清凉寺听说，听说过那个很老的电影，哎，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在河南辉县，嗯嗯嗯，在河南辉县呢，嗯，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很多岩壁公路嘛，嗯，啊，就是挂壁叫挂壁公路，挂壁公路，就那个地方，嗯嗯。那个当年没有宣传嘛，嗯，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嗯，我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嗯，他是因为清凉寺的钟声拍了以后，嗯，我就感知道有那么个地方，嗯，就去了那里，嗯，就是在河南那边就走过去到了那里嘛，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要住的地方要住啊，嗯，啊，嗯，然后老乡家里边，嗯，人家就把自己的女儿的房，嗯，就是相当于闺房，嗯，那孩子还在读书啊，嗯。嗯好像是在上中学啊，嗯，是大概是这个学历，嗯，就把他应该是家里面最珍贵的房子，嗯，就腾出来就让我住，嗯，那我就住下来嘛，嗯，是吧？住了以后呢，心里面依然是很，嗯，忐忑不安呐，怕有风险。我又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嗯，万一进来把我怎么弄了，嗯，怎么办？那个时候我都带着小刀嘛，哦。类似于匕首这样，嗯，对对对，就放在枕头边上，嗯，随身，嗯，就放在枕头边上，嗯，月亮很高，嗯，从窗子里面透射进来的光，嗯，能够看得见人进来，嗯，睡到大概在应该是在一点钟左右，嗯，在这个时候，嗯，睡得也很晚，嗯，但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门呐，嗯，嘎一下，嘎着嘎着，这个门慢慢的响，嗯，哎呦，哦，也醒了，吓得我就是浑身冒汗呐，啊，嗯，啊，嗯，自己把刀就拿，就握在手上，嗯嗯嗯，就握在手上，嗯嗯，什么那个，就是隔着那个帐子，嗯，那个帐子蚊帐啊，嗯，就看到这个一个黑影，嗯，进来了，嗯嗯，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常人的高度啊，哦，弓着的，嗯嗯嗯。我就心想，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就是要来干什么？哎，会突然的，嗯，出现在我面前，让我防不胜防。嗯嗯嗯，本身门就在响，嗯，咯吱咯吱，虽然是很缓慢，嗯嗯，是慢慢的开门嘛，嗯，啊，也不至于弓着腰啊，嗯，对不对？嗯嗯嗯，那很显然是个人呐，啊，嗯，但是这个高度，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弓着腰呢？不正常，这个不正常啊，嗯嗯，他肯定不是动物嘛，嗯，对不对？对对对对，哎，就。慢慢的就摸到我床边上来了，嗯，一会儿又退出去了，嗯嗯嗯，门就咯吱咯吱关上了，嗯，他看你被子盖好没有，不是，他把你床的面前放了一个马桶，哦，方便你起夜的时候，哇，不出去，哇，天，你说人家不是到这个程度，对对对对对，第二天啊，真是多么多么的自责呀，哇。这就是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个，那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对啊，啊，就是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曹操还是谁，把那一家人杀掉之后，一看他正在杀猪，哦，那是哪个，哦，说的是？哦，我都不太清楚。对，说是曹操这个故事，不是曹操。这个事情，嗯，这个事情我遇到了很多。嗯嗯嗯嗯，它，嗯，改变了我，嗯，很多的人生的一些观念。你看啊。这就是还是这个福仁山，福仁山呢，我是另外一家人，我是睡在车上，他发一个短信给我，我看看啊，我，啊，我看，我看不见，看不见我呢啊，他是这样的，欢迎来到福仁村，感恩遇见吴墨轩。这个人，但是我是跟别人上山的时候到他那去搜查，这个人看到我拍他就要留个微信，就这样了，我们就认识了。第后来呢，我自己上去之后呢，嗯，他我就遇到他之后呢，我就留在他那个附近了，就在他说狄先生楼上桌子旁边的房间可以睡。洗澡屋在中间这间，嗯，上了年纪了，照顾好自己，需要烧水和煮面，煮东西，厨房门没有锁。我说，哦，他就跟我这样说啊，我说，哦，好的，谢谢。出门在外不容易，可以随意些，
我家的奶奶、爸爸、孩子都很好，他就是要放水，哦、你去住就行了，没关系，是吧？随意一点。我就说，没事，我也是想给自己一次自驾游及户外生活的体验。如果我感到适应不了，一定会接受您的好意和安排。先谢谢了。他说好，以后一个笑脸。哦，你想想看，这就是两姊妹吗？这不是，这是另外的一个人，他是叫也相当于他说他是帮助比他更困难的人，他的身世也很那个，他妈妈他在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之后呢，就是他奶奶带到他之后呢，他结婚之后呢生了两个小孩，老公呢就是身体有病，是外地的，就是那个潘海阔就告诉我，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老公和他的妈妈，后来我通过了解才知道他的老公是重病在家里休养，没到这边来，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在当地读书，他就照顾他奶奶、爸爸和那个，同时这是很正常，不正常的在哪里呢？他同时他们安徽有一个叫什么帮帮帮帮社。就帮忙社，他就还要帮助到更困难的人、就把他们的东西收过来，把它卖掉，给钱给人家。他还有叫加入了帮忙社，他还算是一个骨干，就是这样一个女同志，是吧？叫吴墨东西，吴墨轩，吴墨轩，啊，那这样一个。这个人性很光辉的。很光辉，我觉得他很有特点。我就一直跟拍他，拍了两天。后来就我下次再去拍他，为什么不能拍了呢？他脸上被那个蜜蜂啊砸了一下，肿起来了，他就老是这样。这蛮好啊，哎，这个画面感好、我拍了一点，但是呢就不能，他也那个，他自己有的女同志，他还是太美了，就是他来的客人嘛，就问他你老是蒙着脸，就是手，他说我没注意，一回哦，他是还是忌讳我的镜头，他因为我带的这个嘛，他随时那个随时会照到他嘛，他就还他既希望我拍他，他又怕我拍他，他就是在那个两难的境地，这样，所以我下次我还得还我回返回那里，我还得去拍他，对，因为他还有一些故事我没挖掘，他没有挖掘，这个蛮好的，对对对，素材非常好。真的啊，在湖南，这个凤凰县，我也遇到过一些，跟那个刚才我跟你讲的河南那些故事差不多的，都是，就是我们在城里面生活的人呢、并不是说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少邪念，就是因为防范心理过重，吃亏吃多了，防范心理过重，有一个退伍军人。在那个村子里面，他是唯一见过世面的。唯一见过世面的。那退伍以后，就是最后转业回家，回老家当种地嘛。他老婆生第六个孩子。房子是什么房子呢？就是个竹子。竹子编的。哦，竹编房。竹编房那种房子。把四面透光。那更不说屋子里面有多少什么家具啊什么的，这太奢侈了。第六个孩子。然后我们一行大概四个，好像是四个人，三个人。我们一行三个人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去了，就感觉那个村子啊特别的原始。那非常落后，我这说的都是很多年前，我30多岁。对对。30岁出头的时候的事情，我现在60多了。至少30年，对对对，非常落后。去了以后，夏天里面热啊，热得不得了啊。我们就看着有房子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人家看到外面来了人，来人到我家里来了。人家是无上的荣幸。对对对，是这样一种心理。然后呢，就把他老婆，生孩子以后的一点红糖。一点红糖，哎，对，就弄出来呢，就给你们兑水喝，兑水喝，嗯，那个水呢，嗯，从井水，嗯，就打出来的凉水，嗯嗯
那个红糖呢，嗯，它是放在那个一个那个什么罐子里边的，嗯嗯嗯，里面就生虫了。哦，有很多的那个虫的大小就像那个，嗯，就像那叶蚊子的那个，嗯，那个猛子，嗯嗯，就是这样的。嗯嗯，人家用水跟，然后把红糖加了以后，最好的东西，老婆用的嘛，嗯，刚生了孩子还在月子期间，嗯，就放到水里面，嗯，我眼睛特别好，嗯，一眼看下去就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些小虫子，嗯嗯嗯，小虫子，这不是有意思要害你嘛，嗯，那就是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这个生活条件就这样，嗯，人家就是这样子，嗯嗯嗯，那两个呢，嗯，就嘎啦啦啦的就搞进去了，嗯嗯。第二个就正在搞的时候，踩了他的脚，嗯，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踩他的脚，嗯，他嚷了一下，他咚咚咚咚搞进去了。嗯，最后我就没喝。那蛋白质在高些啊？那蛋白质在高些。是，我就没有喝。你说这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嗯，你说这个，嗯，那人呢，啊，这种精神状态呀，啊，嗯，就是给人，就是百味杂陈。嗯。你说你喝吧，嗯，你看到里面有虫子在里面游，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喝吧，嗯，这别人是多么高的一种礼节，嗯，多么珍贵的东西给你的，嗯，是的，是的，真的，真挺难。摄影人在外面，嗯，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喝茶吃饭？我刚才表述了我在农村里面，嗯，他就是家家户户教你吃饭，啊，但是呢，我。去年的话呢，我是本着不吃饭的原则，因为我是作为一个记录者，如果说我吃你的饭，我可能就会，为你说点好话，至少我在镜头方面，嗯，我就不会真实了。我当时是这样去理解的，嗯，是吧？到了后面我就变成了村民了，家家户户就我就自己去蹭饭吃。啊，今天到你家吃饭，哎，明天今天到你家，就是每家每户我就说好 啊，今天到你家吃饭，啊，就这样了。因为你入乡随俗，你不要就是把自己就说隔离这个社会，你进入他那里要变成他，他才把你当自己人。但他把你当自己人，他会真心的表达，你进了东西，他们也不会拘谨。所以我就是这个过程，我也是在转变过程。我去年我车上我是带了冰箱，带了发电机，带了这么大一个箱子的食品，我全部带。今年我就减负了，没带冰箱，没带发电机，没带零食，就带电瓶。到了农村里面，随意朴实，没有任何就说所谓随心所欲呢，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尊重你的意见，第二个呢你可以跟他打成一片，你不要有任何拘束，他喊你烤火你就去烤火，他喊你吃饭你就吃饭，就这样就很好。你要不要给他们钱呢？不要，哦，包括这一次，就是昨天中午，人家我到了那个村里面的话呢，就是那个富云村，我就从那里过，我当时是想去拍那个小学校，那个里面的，他这学校呢是只有几个留守学生呢，就是那个村部，我把车停在那里，我就到去再转悠一下，看一下时候，那个人就说，你认识我吗？我说好像见过你，他说我是，应该是哪天在摘茶收茶的时候，我见过你好像，嗯，他。在那个山上叫什么名字，他给我金泽园，他说在金泽园，哦，我是记得了，我说我跟你交流过很长时间，说过话啊，他是记得，就这样就认识了。他说你不要到去看啊，他说你不要到去找了，就到我家吃饭，他意思说不要我到别人的家里去了，你到我家吃饭。我说好啊，